讯体育11月5日讯， NBA 常规赛今日共进行了7场比赛，猛龙和雄鹿击败各自对手领跑东部，奇才结束5连败避免了再次垫底，开拓者大胜森林狼重回前三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数据之最，以及今日比赛过后洞悉部各队排名有何变化。东部联盟排行榜，猛龙雄鹿齐头并进，猛龙客场121-107击败古门取得三连胜，战绩来到9-1，联盟领跑。雄鹿主场144-109大胜国王，144分是雄鹿队史近29年的单场最高得分，两队在东部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，领先身后球队至少 1.5 个胜场。虽然步行者、凯尔特人和76人也有很强的实力，但猛龙和雄鹿表现出那更好的状态和稳定性。76人上升势头受阻，76人客场97-122负于篮网，他们已遭遇客场5连败，赛季开局至今未拿到过一场客场胜利。76人需要提升客场表现和稳定性，本场他们上半场就有高达17次失误，全场累计送出27次失误，创本赛季单场失误新高。76人战绩来到6-5，仍排名第五，大领先第六的黄蜂仅剩半个胜场，获胜的篮网杀入前八，4-6排名第八，奇才有望脱离榜尾，之前奇才和骑士轮流垫底。本场比赛如果奇才失利，他们将再次取代骑士联盟垫底。相比其他榜尾球队，奇才更多是因为内部矛盾导致战斗力下降。本场比赛他们打得很团结，在防守端投入了更多的精力，最终主场108-95击败尼克斯，结束了尴尬5连败的同时，取得了开赛以来的主场首胜，战绩来到2-7，排名升至倒数第三。失利的尼克斯战绩来到3-7，排名倒数第四。魔术客场117-110击败马刺，结束了4连败。3-6排名倒数第五。东部目前排名为猛龙第一9-1，雄鹿第二8-1，步行者第三7-3，凯尔特人第四6-3，76人第五6-5，黄蜂第六5-5，火三第七4-4，篮网第八4-6。西部联盟排行榜开拓者重回前三，之前马刺豪取四连胜将开拓者挤出了前三。今日开拓者主场111-81打胜森林狼，战绩变为7-3，重返前三。而背靠背作战的马刺显露出了疲态，他们主场负于魔术，结束四连胜的同时排名降至第四。上赛季开拓者在常规赛打出了相当出色的表现，在西部仅次于火箭和勇士。本赛季由于西部各队的军备竞赛，赛季开始前普遍认为开拓者会为季后赛而战，但他们在开局阶段表现强势，前十场比赛场均得到至少100分，是队史近31年的最高分。面对森林狼压制对手仅得到81分，是联盟本赛季所有球队的单场最低得分，他们需要将势头保持下去并延续到季后赛。太阳稍有起色，如果此战失利，太阳将和骑士一同联盟垫底。在布克复出后，太阳表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力，本场他们凭借布克最后 1.7 秒的关键跳投准绝杀，主场102-100险胜灰熊，结束了球队的7连败，战绩和独行侠同为2-7，但仍处在榜尾位置。惜败的灰熊没能收获4连胜，5-3从第四降至第五。湖人国王未能延续胜势，湖人未能抓住机会冲入前八，他们主场负于猛龙，之前的两连胜终结，球队打得并不兴奋，首节更是挖下大坑，球队仍面临很多问题，人员结构存在硬伤，防守体系还要继续打造，詹姆斯与小将们也是寻找化学反应。西部的最大黑马国王终止了连胜势头，他们客场不敌雄鹿，战绩来到6-4，排名第六。森林狼不敌开拓者后遭遇两连败，排名第11。西部目前排名为勇士第一9-1，掘金第二8-1，
开拓者第三七胜三负，马刺第四六胜三负，灰熊第五五胜三负，国王第六六胜四负，快船第七五胜四负，雷霆第八四胜四负。今日数据之最，得分王塞尔吉伊巴卡猛龙34分，在猛龙战胜湖人的比赛中，伊巴卡首发出战29分钟，他有如神助17投15中，其中包括一记三分，罚球三中三，砍下34分10篮板2助攻2抢断。伊巴卡本场比赛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，首节八投八中轰下20分，帮助球队打出了梦幻开局。伊巴卡前14投全中，34分创下生涯新高。面对打崩了的伊巴卡，湖人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挡他的进攻。猛龙本场获胜，伊巴卡居功至伟。篮板王扬尼斯埃德托昆博雄鹿，乔尔恩彼得76人15篮板，在雄鹿大胜国王的比赛中，字母哥首发出场30分钟，他11投8中，其中3分球2中1，罚球12中9，拿到26分15篮板11助攻1抢断1盖帽，这是字母哥第11次收获三双。赛后字母哥表示，球队的团队胜利，我能得分能抢篮板，控球时如果队友处在空位，我就把球传过去让他们命中投篮。截至目前，字母哥一场均 13.9 个篮板，排名联盟篮板榜的第四位。在76人客场不敌篮网的比赛中，恩比德也抢下了15个篮板，他8投4中，罚球10中8，得到16分15篮板4助攻1盖帽。助攻王凯尔洛瑞猛龙15助攻，在猛龙战胜湖人的比赛中，洛瑞首发出战33分钟，他19投8中，其中3分球7中3，罚球2中2，贡献21分6篮板15助攻2抢断1盖帽。洛瑞在首节便送出9次助攻，15次助攻追平了他生涯常规赛单场助攻记录。在之前对阵雄鹿的比赛中，他同样送出过15次助攻，洛瑞已经连续8场助攻上双，打破了此前由达蒙斯塔德迈尔保持的队史记录。截至目前，洛瑞一场均 11.6 次助攻，称雄联盟助攻榜。抢断王约翰沃尔奇才5抢断，在奇才击败尼克斯的比赛中，沃尔首发打了37分钟，他16投9中，其中3分球6中3，罚球7中5，拿到26分2篮板7助攻5抢断。奇才的问题来自球队内部，本场沃尔携手比尔一同发力，带队止住了5连败，球队还要围绕后场双枪来打。沃尔的突破能力是联盟中数一数二的，可以打乱对手阵型，为队友创造机会。本赛季的前9场比赛，沃尔场均出场 34.3 分钟，得到 21.2 分3篮板 7.3 助攻 2.4 抢断，投篮命中率 46.9%， 三分命中率 27.9%， 其中场均抢断排在联盟抢断榜的第三位。盖帽王布鲁克洛佩兹雄鹿，拉德利比尔奇才四盖帽，在雄鹿大胜国王的比赛中，大洛佩兹首发出场19分钟，他9次出手全部来自三分线外，命中2记3分，罚球2中2，得到8分2篮板4盖帽。在奇才击败尼克斯的比赛中，比尔首发打了39分钟，他14投7中，其中3分球7中1，罚球8中7，贡献22分8篮板3助攻4盖帽。比尔认为球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不知道球队发生了什么，但本场我们打出了很棒的防守，打得很团结，比尔说。立春